卡碟子大福。耶！欢迎收听《身边》，我们今天来鼓三 D 哦，鼓卡。我买了一个推活动，就是专门推你喜欢的，不管是偶像或动漫的活动，就是有笔记本，然后装饰的贴纸的 book，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三丽鸥的，三丽鸥自己出的，好像在便利店看到的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很多人都说没有收到影片通知，那应该是你们没有按下小铃铛的所有通知跟订阅，要按下全部的通知，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的更新影片哦。记得我每天晚上7点都更新一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词，那我们就开箱吧。它有出本，好可爱。这里面是有点像目录，告诉你他们出了些什么，然后还有专门收藏布卡的本子哦。然后它还有教你这个你的推活动的制作方式。它有副卡，可以穿动的布卡，上面可以挂在脖子上面。笔记本很可爱，它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你喜欢的推有可能它是一个 group 啊，像那种 VIP 他们有很多成员，所以这边就可以贴他们的照片，写他们的一些东西。然后还有 fan club， 哦，这个是会场，就是你如果去参加演唱会，开场、开演、中演这样，然后可能这边可以记录一些你的感想。这边还有这个你败家的 list， 你可以列出来你几月几号买了什么，花了多少钱。然后这边是票券，你去参加的什么演唱会，你可以记录在这里。然后这是你自己的 data， 这种地方就是可以拿来做手账啦，这个部分。贴纸来了，非常可爱哦，而且它这种缎带就是专门固卡用的。对，然后它 Kuromi， 这个是双子星 ，My Metal， 砰砰 Pretty， 帕加狗 ，Lore。固卡碟子大福，耶！我要来固这些，先做双子系。那我们要来 ASM。这个贴纸很好，因为它这个深色地方浅色盖上去不会很深，黄色不会不见。品质不错的意思啊。完成了。把卡拿出来看看，换一张素的卡看看会怎样。很可爱，这个贴纸。下一个要补谁 ？Kitty 一下。这个超可爱，巨大 Kitty， 他们的这个都超可爱，这个爱心。再放一个大 Kitty， 嗯，可以啊。好可爱啊，这个真的很漂亮，整个风格就是超搭的，超级可爱的。好好看哦，再要估谁？麦麦罗酱。我们来用看看这个。可以啊，做不同风格。好可爱。你要贴字啊？我有意外。哦，那你就可以写吧 ，email 四个字就够了。My melody 的。OK。这样子。嗯哼。My melody。好可爱。再来了。酷了。你看。这样就不会进店了。我需要获取一些 idea。这高这样子很可爱，可以把他耳朵嘎掉。Kuromi 三个字。
好的，可爱。这叫做蹦蹦布丁。这太可爱了吧！这个，我直接把它一大半盖。下一个是帕恰克，你要换卡片看看，对，那个是很好看的。最后压轴的落日，而且我们特别为了要找这个落日，我们去买了一整盒的那个，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三 D 贺卡。对，我们去找了一整盒的威化饼套组，是早就买了，但是我们没卡片好估，就拍了一集拆那个卡包，才得到这么多卡。如果还没有看那一集拆卡包的话，大家可以点这个右上角哦。可爱，这个好可爱。我多切掉一点没有关系吧，因为不想挡到中间图。你上面的点那就不会挡到了。耳朵没关系吧？啊，耳朵痛痛。你看这个好了，好可爱的。这是今天估好的，这就是今天制作的全部。我最喜欢这个。如果觉得我估的可爱的话，欢迎按下订阅哦。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的所有通知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。我们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子。那我们就明天早上7点见喽，拜拜。其实现在买美容吗？还是写美容的？写美容很奇怪，美容旁。我说 melody。哦 ，melody 啊。谁说写美容？美容旁。美容旁，买美容旁。我一说。